成啊，怎么他没有告诉你啊？他没有告诉我。怎么着也托人捎个信儿啊，毕竟你是他的心上人嘛。你见到传明了吗？我见到他了，他现在呀可是更英俊潇洒了，真是翩翩美少年。那你能告诉我传明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你应该问他呀。姐，刚做好的，趁热吃吧。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好吃的？哎，我让玉秀芳的公公，我托他们单做的，我想给你补一补。你呀，总是想着姐。姐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老天爷让我们做姐妹，这是我天大的福分，我一定要把你的身子养得好好的出来。啊，那牢头那儿呢？放心吧，嘉玲格格帮你打点呢。哦，对了姐，传明来京城了已经半个多月了。他来找你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的？绿珠看见他了。绿珠看见传明？嗯。那他怎么不先跟你通个信呢？我想他可能很忙。姐，你怎么啦？姐只能说，宫里的女子一天不出宫，就一天不能嫁人，一天不嫁人，就一天不能够证明那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。姐，我相信传明对我是真心的。我也相信，可时间会消失一切，离得远了，隔的时间长了，连石头都会变成粉末，更何况是人呢？这世上哪有什么山盟海誓的爱呀、啊？好，来，谢谢。传明，绿珠。没想到吧？你不怕被人看见了？那还不请我进去坐坐？进来吧。啊，这翡翠胡同住的都是朝廷的王爷大臣，可真是个高贵的住处啊。这是原各定军人俱乐部借给我住的。行啊，都攀上直隶总督的大公子了，真该刮目相看呢。只是个闲职而已，抄抄公文，写写告示，无聊得很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想到今天到我这儿来了？想来就来了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来的意思。我想你。很早很早就爱上你了，一直梦想能够嫁给你，可是人生不如意，让我进了宫。宫门深似海，我就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囚禁着，终日见不到阳光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，我真的快要窒息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你在宫里过得挺好的呢。传明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我见到你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再也不要放开你。哎，
你不要这样。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有爱上一个男人的权利。你不会觉得我很讨厌吗？可你现在已经是常在娘娘了。常在娘娘就是成天到晚藏在那里等候皇上的临幸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需要的是你，是你。我好爱你，真的真的好爱你。我爱你。你别这样。哎，你知道的，我和兰心。别跟我提兰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让他死在宫里。你不会真的这么去做吧，绿珠？我请求你，你不要这样去对兰心。好啊，那看在你传明的面子上，我可以护着他。可是传明你呢？你会怎么对我？传明，我好爱你，我真的真的好爱你。皇上的常在娘娘，皇上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她，是不是很好笑啊？不过，把女人的第一次给了她心爱的男人，却是我的大幸。你放心，身为宫里的常在娘娘，我是不会向你要什么名分的。给老佛爷请安。起身吧。谢太后。请坐。上茶。格格请。格格，我今天让你到这儿来是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哦，格格洗耳恭听。格格，你往前看一看，看见前面站的那个人没有啊？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们家可是世袭罔替的贝勒爷，而且家里有许多遗产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家境殷实，人又靠得住。谢谢太后的美意，可是格格不愿嫁人，愿意伺候太后您一辈子。你这么说还是因为你不太愿意是吧？但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喜欢你，但是不愿意你一辈子就在我身边留着。可是太后。好好回去跟你父亲商量商量，听听他的意见。是太后。来。王爷请。
你好。小二上茶来了。老爷，您需要点点什么？哎，老规矩，大不保啊。您稍等。对不起。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怎么样了？拿主意了吗？哎呦，这太后给你做媒可是莫大的荣耀啊，这谁拿主意啊？能拿主意吗？哎呀，你没看那个贝勒爷长什么样子，蠢头大耳的，肥的都不成样子了。哎，你甘愿女儿嫁给他吗？你愿意这样的人做你女婿吗？哎，等等等等，让爹啊再想想啊。什么还要想？不能再想了，也不能指望你，哼，我自己跟太后说去。哎，这孩子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刘松，春明，走，快点，让开。顾传明，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我不是阻止你，我是救你。沈涛，收手吧。我告诉你，只要这清朝政府不灭亡，我绝不罢手。格格，您找我吗？兰心，你来了，来坐。格格先坐。哎，兰心，太后恩准我休假回家，我今天就走。我让你给我绣的旗装绣好了吗？啊，还没有，还有两三天呢。哦，没关系，麻烦你绣好之后送到我家里来。反正我已经给你行走的金牌了。干嘛那么客气呢？格格，我知道了，我觉得那件旗装真的很漂亮，生日穿有点浪费，我觉得做嫁衣更合适。你说嫁衣？嗯。嫁给谁啊？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格格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可是金枝玉叶，况且您那么有学问又那么漂亮。瞧你说的。对了，格格，我听说老佛爷给您说媒，您回掉了。你说那个贝勒啊？我既不认识他，更谈不上喜欢。我已经拒绝了太后的媒意了。我真的很敬佩格格这么率真的个性，只有您才敢回老佛爷的媒意。我说过的，如果要嫁，就一定要嫁给心爱的人，要不然我宁愿一辈子也不嫁。
嘉玲哥哥，您没事吧？快回答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您有没有看到刺客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哦，你们到那边去搜。是。是不是见过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万福楼的伙计。可是你怎么突然变成杀手了？我当然不是伙计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乔装打扮来行刺我父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跟你有什么仇啊？你为什么非要杀他？你父亲是阻碍我们革命成功的绊脚石。可是你已经行刺他两次了，都并不成功啊。不成功并不等于失败，我们革命党人前仆后继，我干不成的任务还会有人来替我完成。可是你不觉得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吗？可是我现在还会有办法脱身的。你还会有办法脱身？只要你一出去就自投罗网了。很不幸啊，哥哥，现在咱们俩的安危是捆绑在一起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只有我活着，你才能安全。只要我死了，你肯定活不了。哼，那是。最好的结果是，咱们俩都活着。你。嘉玲。嘉玲啊。你知道该怎么说。爹。我没事儿啊。你能开开门吗？哎，不过你别耍花样，我的枪会在后面盯着你。爹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亲眼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儿。爹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放心吧。没事，早点睡啊。哎，我走听着，只要敢再动，我就开枪了。爹，救我！哎呀，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格格在里面。
生，别怕，别怕，让他，别。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对，腿上中了一枪。中了枪伤，那是要发炎，还会发高烧的。你快去看医生吧。我不能去。那我帮你去请。你别，你也别去。你流了很多的血啊，你要不治疗会死的。不会的。启禀王爷，宫里玉秀坊的秀女给格格送东西来了，请。王爷，我是玉秀坊的秀女沈兰心，我给格格送绣衣来的。绣衣？嗯。王爷，格格在府里吗？哎，昨天夜里被一个革命党人给劫走了。什么？格格被个革命党人劫走了？是啊。劫哪儿去了？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可现在还没有下落。兰心，你好吗？我到京城来谋事，一直想见你，但苦于宫院深深，难通音讯。今天在翡翠胡同附近看到一个女子的背影和你很相似，勾起了我对你的思念。你现在能轻易出宫吗？倘若能够一见，我会很开心的。我住在翡翠胡同3号，等着你。传明。
一个刺客的枪居然到了对方的手上，不知道是你这个刺客不专业呢，还是根本你不配当一个杀手。把枪给我。我要是不给呢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你过来。这个秘密就是千万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。对，绝对不能相信像你这种凶狠狡猾的陌生人。哼，我凶狠吗？我要是凶狠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对你了。难道你认为我们还是仇人吗？算了吧，我们革命党人不会株连九族的，你还是走吧。我要是走啊，早就走了。哥哥，我行刺你的父亲，为什么你还以德报怨呢？是的，我是应该恨你的。不过，你却有一种精神，感动了我。什么精神？那种改天换地、勇敢的精神。不过，我反对暗杀。哥哥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可是你以为我们喝喝茶聊聊天就能改变这个清朝腐败的政府吗？不可能，我们用行刺的方法就是为了警醒世人，唤起民众，在黑暗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还是停止讨论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，不必现在要争个水落石出。哎，对了，和你聊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沈涛。沈涛。嗯。沈涛。沈涛。嗯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的额头好烫啊，你在发烧啊？肯定是伤口感染了，不行，一定要吃药，我去找大夫。没事的，你不用去忙。怎么了？难道你认为我还会害你吗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你就等着吧。哎，老爷，格格回来了，老爷，老爷，格格回来了。啊，格格回来了。是。他在哪儿？在门口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快快快，老爷。爹，爹，嘉莲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放心。哎，嘉莲，这刺客怎么突如其来把你给放了呢？啊，他逃到野外，见没有什么危险，就把我给放了吗？哦，太后啊，得知你被革命党人劫持，非常气愤，他就悬赏捉拿这个人。现在这个人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把我给放了，我就赶快逃啊，我生怕他后悔再把我抓回去，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他再逃也逃不出太后的手掌心，太后已经在京城贴满了缉拿他的告示，他逃不出这个天罗地网。哎，嘉玲啊，你现在到太后那儿去一趟，太后对你的事很操心呢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。格格，那个乱党分子没对你怎么样吧？谢老佛爷关心，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我谅他也不敢对你胡作非为。那些革命党人是最凶残的暴徒，我已经下了旨，一定要将他们铲除干净。老佛爷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如传说中的那样的凶残跟暴虐，相反，我觉得他们的举动只是想为国家做些什么，改变些什么。你说改变些什么？
改变就是造反，从康有为起，什么维新呐、什么变法，通通就是为了推翻我大清王朝，把个国家搞得一团糟。我的孩子，你深受其害，怎么现在还学得为他们说话？哥哥胆大妄为的一说，请老夫爷息怒。好吧，这两天就在宫里待着，这里安全些。谢老佛爷恩典，我虽然回来了，可父亲受了不小的惊吓，恳请老佛爷容我这两天在家陪陪父亲。好，我准你。回家帮我问你父亲好。谢老佛爷恩典。此王爷罪大恶极，是对不起，让一下。看来这个革命党啊是个人物，朝廷悬赏100两黄金啊，他行刺洛王爷，还绑架格格，据说格格也是被他杀死的，报之荒郊啊。这人怎么这么厉害？怎么知道我从皇宫里来？这是皇宫的配方，只有太医院才有，民间哪有这么好的药材？是这样啊，好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客气。格格，你没事啊？我像有事儿吗？外边传的乱七八糟啊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还说格格被乱党杀了，报尸荒郊，对不对？这人嘴两张皮，翻来覆去传的，相差108000里啊。嗯，对了，太医，我想拿点药。什么药啊？药方子在这儿。哦，这金枪红药、消炎药，这怎么了？没有吗？有是有，可是不管谁拿了这药，都要记录备查。哥哥，是谁受了枪伤啊？这个你就不必问了，反正药记在我名下不就得了？好吧。哥哥，这是你的药。哦，常在娘娘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最近染了风寒，给我开些止咳药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嘉玲格格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拿了一些药。什么药？没想到你还挺值钱的啊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京城啊，大街小巷都贴满了通缉你的告示，还悬赏100两黄金呢。我在想要不要拿你去换这100两黄金呢。好啊，命是你救的，你可以拿去换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，
待会儿呢，我帮你穿戴好，陪你到外面散散步，这样有利于你恢复。嗯。给。哎。哟，你这是要把我打扮成新郎官啊？那谁是你新娘啊？兰心，有你的信。兰心，看你那么高兴，是收到情郎的来信了吧？兰心，我来京城了，我一直很想念你，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。可是宫院深深，无法进去。啊，今天早上在门口看到一个很像你的女孩。你能来找我吗？我住在翡翠胡同三号，等着你。北方的天气跟南方就是不同，爽多了。你家在江南？对啊，江南荷塘镇。嗯，江南。嗯，我倒是没去过，不过中国古典诗词里面描述的江南很漂亮。像仙境一样秀丽，阡陌纵横，小桥流水，烟雨迷蒙，粉墙黛瓦，真是太美了。有机会真想去看看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沈涛，嗯，你家里还有谁啊？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嗯，那嫂子呢？嗨，像我这样的哪去给你找嫂子？那有兄弟姐妹吗？有个妹妹，前几年进宫当了秀女。进宫当秀女？嗯。是皇宫玉秀坊的秀女吗？是啊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兰心。兰心？哇、wow, ，What a small world！ 什么猫？不是啦，我是说这世界太小了。我跟兰心是好姐妹、好朋友啊。真的？嗯，哎，沈涛，我让兰心来看你好不好？哦，太好了！自从她进宫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哥哥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嗯，走吧。谢谢你。住这儿吗？我是沈兰心。哦，你稍等，我帮你通报一下。谢谢。兰心，传你。收了，快进来。嗯。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宫里走出来的？收到你的信之后，我想办法出来的。怎么样，传明，谋到差事了吗？在军人俱乐部谋到一份闲差。其实，在没有收到你信以前，我就知道你在京城，就是不知道你住哪儿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玉珠告诉我的。啊，对，我在大街上偶然碰到他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在宫里还好吗？嗯，我很好，姐姐也很好，都很好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兰心，其实我到京城来谋事都是为了见你。这几年没有你的任何消息，不敢给你写信，也怕写了信给你收不到，所以想着到了京城见你的机会就要多多了。少爷，门口有人找您。哦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先去忙吧。嗯。
奴婢昨天发现那个乱党分子了。您的朝廷真的很不好。你放肆！我现在是该。